那么现在讲学问，确实是有问题。现在讲知识，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知识很发达，学问没听说了。学问属于智慧，真正的智慧的人太少了，可遇不可求。真实智慧肯定是老实人、真诚人。对人恭敬，对自己谦虚，肯定是这样的。在他日常生活当中所表现的能力，中国人讲的五能，他做到了。五常四维八德，通通落实在他生活当中。这种人是有学问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很少见。那么有人说，现在这个世界是知识爆炸的世界，这话讲的有道理。知识跟智慧也是不相同的两桩事情。智慧是从清净心得到的，而知识呢，这我们前面讲的虚妄心呐，不是真诚呐。现在人讲心浮气躁，其实心浮气躁成就很有限。科学家他也专心了，他不是心浮气躁，他有相当的定功，不受外面境界影响，他才能够有研究有发明。这些研究发明不是属于智慧，是属于知识，是属于世间，不是属于出世间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